起床哦，已经八点半，上班要迟到喽。异于常人的时间观。哎，电视机关小声一点，我听不见啦。对，对其他人都很温柔，却对我很凶。儿子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啊？啊，总忘记手机放在哪。你干嘛拿我的手机？常常传长辈贴图给我。什么时候带他回来给我看看呢？谁啊？是你女朋友啊。直觉很敏锐。哎，伞带着。不用啦，带这干嘛啊？待会又要下大雨嘞。现在是晴天呢。还有预知能力。好，我带着。妈妈的衣服还有很多呢，干嘛这么浪费钱？常常口不对心。哎，儿子，你看你们老妈今天穿这样子好不好看？明明收到礼物会非常的开心，是异常的开心。赶快去洗澡睡觉喽！比谁都晚睡，可以起床吃早餐喽！比谁都早起。哎，待会儿，怎么了？等一下。他不知不觉老了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美丽换我来守护。